不上班，谁大年三十上班？好，但他规定要上班啊，除非你演春晚，对吧？那没办法。好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人说，那我们看假日办去不去？好，那天假日办的电话打爆了，没人接，原来他们找房家啊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最后第二年假日办被撤销了啊。所以国家法一定要符合什么法？社会法。那什么叫纸上的法？纸上的法就是正式法嘛，大家手头的法都是什么？纸上的法。什么叫活法？活法就是什么？就是现实中实现的法，叫习惯法。好，这两个意思同一个意思。那么同一性质的社会有没有不同的法？当然有了。像英美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，他们法律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法律是调整的手段之一，注意是之一，不是唯一。唯一肯定是错的。那法律已经成为首要手段。那要说老师，那之前是什么手段？之前靠宗教和道德。好，法与经济两句话，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。法对经济具有什么作用？反作用。好，法与生产力，这个看看就好了。比如说生产力通过制约生产关系来决定法，法通过影响生产关系，从而影响什么？生产力。这个都是古老的理论了，马克思几十年以前的理论了，没不会考的。我们考的重点是什么？法与市场经济，这个要考的啊，打三个五角星。法对市场经济有什么用？第一，确认主体的独立性，要求保障市场经济的平等地位。第二，市场经济是契约关系，法律来保障契约。市场经济是竞争关系，法律来保障竞争。市场经济需要秩序，它就来保护秩序。市场经济具有开放，它就要求开放。所以法需要有，市场经济本质上什么经济？法治经济。那反过来，市场经济对法有什么用呢？市场经济发展了，法律就高了；市场经济多了，法律就完善了。啊，市场经济培育了自治力量。啊，我认为这个今年不是重点，重点应该是什么？法与社会发展。这是去年新增的，去年又没考。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，是什么？绿色。我就怕今年考绿色民法典，谈一下你的看法。你怎么谈？啊，当然好了，对吧？要创新，要协调，要开放，要共享。第一，要实行创新驱动。第二，要增强整体协调性，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对外开放，以人民为中心。法与科学技术，注意两点。第一，科技对法，法对科技。科技对法有什么作用呢？科技影响法的内容，包括法的重要依据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死亡，以前死亡靠什么？靠呼吸和心跳，现在靠什么？脑死亡，脑死亡才能宣布死亡。第二，科学技术扩展了领域，在没有飞机的时候是没有飞机啊航天法的，现在有了月球，能登月了，还要有什么月球协定啊？月球协定讲的是登月以后该怎么办。最后，科学技术引关了传统概念的变化。我举个例子，上上周李彦宏啊，作为百度总裁，在北京五环上表演了无人驾驶。怎么表演的？他拿着手机啊，放着直播，然后呢，双手放在手机上，脚呢也不踩油门，汽车以80迈的速度往前进啊。好，这就是什么？最后被交警拦下来了啊。那像你是交警吓一跳，他玩手机玩游戏，然后什么都没干，车在往前走，哎，他看都没看，对吧？那多不安全啊！拦下来，据说罚了6000多块钱，对吧？好，他想过没有？如果无人驾驶真成立了，好，半夜下飞机啊，迷迷糊糊的叫了辆车，车来了。没有司机，对吧？门开了，对吧？你上还是不上，对吧？这我觉得这很可怕了，对吧？好啊，这要注意到啊，无人驾驶已经其实很多了。我告诉你，在10年之内，中国会实行大部分无人驾驶。好，大家注意，我们的地铁已经是无人驾驶了。北京地铁是没有人驾驶员的啊，北京地铁已经90%以上都是无人驾驶的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，对吧？哦，你以为前面驾驶有人的，其实没有人的，对吧？好，但是北京地铁出过什么事吗？没出过什么事呀。我告诉你，无人驾驶比有人驾驶更安全，对吧？飞机中间那一段全部都是什么驾驶？无人驾驶啊！好，注意啊，飞机都是无人驾驶的哦，就起和降是什么？有人驾驶的。所以驾驶员以后就要失业了啊！好，大家注意啊，青岛，我上周刚看到一个新闻，青岛已经下线了第一架无人的公交车已经出来了啊！公交车没有人的，无人公交车哦，青岛已经发明了无人公交车，对吧？我在想，公交车来了，对吧？没司机，门开了，请投币，对吧？人呢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对吧？你上还是不上，对吧？死亡巴士，对吧？好，你以为是哈利波特呢，对吧？哈利波特还有司机嘞，对吧？人家这没司机，对不对？
好，第二，科学技术发展了协调机制，提供了新手段，这个不说了。好，法对科技的作用，法保证科技有良好的社会范围，这个毫无疑问。第二呢，微粒法提供了手段，啊，这个没问题。那么我举了几个例子，这个例子都很老啦，比如说试管婴儿，对吧？大家注意啊，试管婴儿不是说婴儿长在试管里面啊，对吧？试管婴儿是在试管里面完成受精，变成受精卵以后，还是要植入到人的肚子里面去的。好，那么目前有没有人造子宫呢？会有的啊，我相信在几年之内会有人造子宫。什么叫人造子宫啊？就不用找代孕妈妈了啊，你直接就嘛放到一个子宫树上面去啊，你打开门发现有几千个婴儿躺在那里面，对吧？啊，然后呢，好，然后问你你要哪一个呀？有什么特点吗？有啊，要什么？要什么头发？对吧？黑的，好，黑的有基因有，也双眼皮、单眼皮啊，双眼皮啊，腿要多长？要大长腿还是大短腿？对吧？都没问题，对吧？注意啊，以后叫什么真正厉害的叫什么婴儿，叫定制婴儿。注意啊，只要你足够钱，婴儿都可以定制的，对吧？好，后面是 VR 技术。什么叫 VR 技术啊？ VR 技术就是虚拟现实。好，大家现在还在看电影，对吧？ 3D 电影其实还是比较弱的，对吧？以后会有什么 VR 电影？ VR 电影是365度你都能看得到啊，你戴上以后你可以从上看，从下看，从地面往上看，对吧？365度啊，全方位 VR 技术。不过现在比较贵啊，现在比较贵啊，现在比较贵。好，第三个是什么呢？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最后一个是转基因。转基因技术是什么呢？转基因技术强调的是对什么啊，比如说现在转基因到底可不可以，现在正在什么讨论当中。好，那么这个考试要考到，了解一下就行。好，那么法与政治，法与政治就两句话。第一，政治对法有影响，法对政治具有反作用啊。法的至上性意味着法对国家权力有至上地位，并不意味着法可以脱离国家权力而存在。法与政策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考了吧，都几十年以前没考过了。好，他们的区别在于啊，首先说关系，政策对法有指导作用，法对政策有什么作用？反作用啊。那不同，第一意志不同，法属于人民的意志或者是国家意志，政策是党的意志，表现形式不一样，法是用成文法的方式，政策是通知口号。那么途径不一样，法是什么很明确的，政策主要靠纪律。稳定性不一样，谁稳定？法律是稳定。以前我们有句话叫党的政策就是法，是我们最好的法，对吗？错的。法与文化，法律意识是一种观念，刚讲过，分为低端的心理，高端的思想。法律文化就是所有内容啊，这部分讲过了啊。我们后面来看一下法与宗教。法与宗教是去年新增的，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并不是很重要，因为中国宗教问题并不突出，这不是美国，美国宗教问题是很突出的，那中国基本上没什么宗教问题。那么我们什么，我们都无所谓，你爱信什么信什么，对吧？我经常开玩笑说，你可以考试前说上帝保佑让我过吧，考试的时候说真主啊告诉我答案吧，考完以后去拜菩萨没问题，对吧？我们更狠的还跟佛祖谈条件，佛祖啊，我给你许个愿，你就保佑我这次一定能考上，如果考上了我给你200块钱，对吧？如果我没考上说明你不灵，对吧？啊，那佛祖会不会显灵看情况了，对吧？好，在政教合一的国家当中，旁边写三个字伊斯兰，大家注意啊，伊斯兰国家就属于政教合一国家。什么叫政教合一啊？宗教就是法啊，宗教规范就是法律规范。那么另外宗教领袖也是什么国家领袖，我们现在大部分国家都是什么政教分离。那么政教分离是什么样？比如中国，你宗教要搞就搞呗，但是法律管不管？不管啊，法律不管，你爱怎么搞怎么搞。但是有一点，你不能破坏什么社会秩序。比如说有以前有个邪教偷偷的去到天安门什么搞静坐啊，那肯定不行，这个毫无疑问的肯定不对啊，叫某某公不对。好，产生方式不一样啊，宗教规范是创始人搞的，那么实施方式不一样，宗教靠信仰，适用原则不一样，以属人为主。好，这个简答题都不好出啊。俺们态度特别好啊，宗教信仰自由，对吧？任何人不得用宗教来破坏社会秩序，损害健康。我国宗教团体不受外国势力支配。好，大家看过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对吧？啊，我们是吗？波斯总教来人了，我们把使者打跑了，圣火灵抢回来了，把圣女留下了，对吧？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的态度，对吧？我们不受外国势力支配，我们自己搞自己的啊。好，法与道德的关系啊，法与道德关系，这个打三个五角星啊，这是要考的。法与道德是每年必考的，这个重中之重啦。
第一个，法与道德，首先法是否包含道德分为两种，一个叫法一定有道德，叫什么恶法非法，因为当中认为法跟道德没关系，叫什么恶法异法。那么在内容上，法与道德重合度之前是什么重合度很高，然后呢第二句话是重点，法律是最低限度道德，法律是最低限度道德，道德是要求人做好人，法律是要求人不干坏事，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。好，那么最后呢，法与道德为主，那么之前强调德主行服，后面强调什么依法治国。好，后面生成方式，法律具有什么性，建构性，那么它是有主动认可，具有形式上的可能性。好，第二个是什么，道德具有什么性，非建构性啊，非建构性是自然而然形成的。那么表现形式，法律是成文法，而道德不是的，包括言论舆论等等。法律具有什么确定性啊，操作性较强，而道德具有什么性，模糊性啊，只有一般倾向。法律是一元的，只有一个老大，而道德是多元的。我举个例子明白了，比如说每个人的脸皮是不一样厚的啊，这个道德底线是不一样的。法律强调行为，注意啊，法律只关注行为，一般不过问什么动机，而闹道德呢，道德只关注内在啊，并不什么关注什么，他不仅关注行为，而且关注思想。主要法律调整思想吗？不调整。法律有程序啊，比如说逮捕两个步骤，批准和执行。那么道德呢，道德不需要，你需要拉个人说，从现在开始我要给你道德谴责，你做好准备，然后你翻了五分钟白眼，翻完以后说道德谴责结束了啊，对吧？需不需要？不需要，你可以直接翻白眼，对吧？最后法律靠什么，外在强制，主要靠警察出现，而道德靠什么，良心和内在约束。我举个例子，文章同学在香港出轨，有没有被抓？没有，只是道德娱乐周刊骂了几下。但是呢，黄海波同学在朝阳卖淫嫖娼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被关了六个月。那同样都是发生婚内性行为，为什么一个被抓了，一个没事？因为他一个在朝阳，一个在哪？香港啊。好，权利本位啊，一个是义务本位。好，法律道德的关系打三个五角星。道德是法律的基础，一定要背下来啊。第一是理论基础，是价值基础，是社会基础，它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。那法律对道德有什么作用呢？通过立法可以规范化，通过什么？通过执法促进变革，最后形成新的什么道德风貌。好，后面是两者冲突，冲突就很简单，合理不合法，合法不合理。比如说安乐死最典型例子了，安乐死是合理的但不合法。还有替父报仇，大义灭亲啊，大义灭亲合不合理？合理，但它不合法。社会主义法律道德，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，这个内容跟前面是一模一样的，你只要把道德加上几个字社会主义就可以了啊。一个是什么作用，是价值取向促进，另外一方面是什么，是保存方式。好，翻过来我们来做一个补充内容。这个内容呢，本来不应该由我来讲的，本来是由宪法老师讲的啊，因为立法法是宪法的内容，但是呢鉴于大家对立法法掌握的不是很好啊，所以呢我就什么这里面做个补充。立法法在去年应该是去年进行了修改，修改完以后呢，然后呢考了很多新的内容。立法法每年考6到8分啊，每年考6到8分。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三个内容。什么叫立法法？就是对立法加以规制的法，它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，中国有哪些法？第二，中国法怎么来的？更重要的是第三个，吵架了该怎么办？我们一个来看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立法法，第一个宪法。宪法有两个考点，第一个人大修改，常委会什么解释。主要常委会只能什么宪法？解释宪法，他不能修改宪法，修改宪法是人大的事，人大最大，宪法最大，最大改最大。那么它具有根本性和最高性。法律分为两种，一个叫基本法律，一个叫非基本法律。基本法律人大制定，非基本法律常委会制定。好，后面总共有11项，打个叉，这叫相对保留。我们不考相对保留，我们考什么保留？绝对保留。哪三个是绝对保留呢？第一，犯罪与刑法；第二，政治权利剥夺和人身自由；第三，司法制度。犯罪与刑法，政治权利剥夺，限制人身自由。好，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劳教。大家对劳教为什么被废止啊？因为劳教是限制人身自由的，
而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，宪政人身自由只能谁规定？法律规定。而劳教谁规定的？国务院规定，因此被撤销了。所以考试的时候看到劳教被撤销，选什么保留？绝对保留。好，第二，行政法规。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制定的，总理签什么令？国务院令。那么第八条规定的可以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，这叫相对保留，三个除外。好，那么授权应当明确目的、事项和期限，注意期限几年？五年，这是今年必考的，把五年圈出来，时间是考试重点。我们要反对两种授权，一种叫一揽子授权，一种叫无期限授权。一揽子就全给你不好，无期限就更可怕，我们是五年。好，地方的话分为三种，第一个地方性法规，注意级别，省级不考，我们考什么？社区的事，大家把社区的事圈出来，牢牢记住啊！从现在开始有没有教大事呢？没有了，我们现在考试所有的都改成什么事？社区的事。社区的事就地级市，大家回想自己家乡，如果在你们家里面有城市有区，那就是什么地级市啊，就是社区的事。如果你们的市没有区，那就是什么是县级市啊，这个你们自己想啊。比如说我来自杭州，杭州有西湖区，所以它属于什么是社区的市。好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是啊，这是地方市。第二，为了防止这282个地级市瞎搞，所以呢规定了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历史文化，我们叫做城环史啊，对城环史我们要由它来制定。第二个最重要，打三个五角星，批准。社区市的地方性法规需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实施，那么省人大常委会应当对其合法性批准，几个月内批准？四个月内。旁边写一下，这叫什么审查？事先审查。注意啊，批准叫事先审查。我们有几个批准，旁边写一下，我们有三个批准，这是第一个，后面还有两个马上就来了。民族自治法规分为自治条例、单行条例。那民族自治法规是由自治区的报谁批？全国人大常委会批。大家注意，自治区什么级？省级。自治州、自治县的报谁批？省级人大常委会批，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备案。好，旁边写一下三个批准。第一个是社区市的地方性法规，谁批？省批。自治区谁批？全国人大常委会批。自治州、自治县谁批？省级人大常委会批。中国只有三个文件需要批准，叫三个批准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后面是变通。那么民族自治区可以做变通规定。变通注意两点：第一，可以变通，但不能对宪法进行变通。如果他说对法律变通是对的，对宪法变通对吗？错，不能对宪法变通。第二个意思要注意的是，变通不能违反什么秩序啊？基本的那个叫什么？基本国策。比如说啊、法律规定一夫一妻制，你能不能搞一夫多妻啊？不能。能不能对计划生育进行变通啊？不可以的。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啊，你不能对计划生育进行变通的。基本国策不能变通，宪法不能变通，其他随便。好，经济特区法规，注意三省一市，广东、福建、海南、深圳市。将来马上就会有个市叫雄安市啊，雄安市也属于经济特区啊。那么它可以做什么规定？变通规定。变通优先嘛，变通优先。好，特区基本法不考，香港基本法、澳门基本法，这个放在其他地方考。最后是规章，部门规章，国务院各部委。第二个是政府规章，注意级别，省级不考，我们考什么事？社区的事。规章呢有个要求叫权力清单，不得减损，不得增加，叫权力清单。那么规章满两年需要什么？需要具体化。规章满两年需要具体化啊，应当提请常委会制定。好，后面是我国的立法程序。我国立法程序有几个步骤？有四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提出法律议案和提出法律议案和征求什么意见啊？那么第一，向全国人大提，两团、两委、两央、两高。两团是主席团、代表团，两委是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，两央是国务院、中央军委，两高是最高院、最高检。啊，总共是几个？九个。两团、两委、两央、两高。那么常委会的议案应当在什么时候给代表？一个月前。好，这个我们先讲过了，我就不背了。那么向常委会提的是几个？七个。哪两个不见了？两团不见了，主席团解散了。
代表团回家了，只剩下两尾、两秧、两篙和几长尾，十长尾，主要30代表啊，十长尾。好，可行性评估和征求意见。那么法律案有意见性比较长的，可以进行可行性评估，要求开什么会？论证会。注意，专家要开论证会。那么第二个，利益比较大的要开什么会？听证会。好，那么另外草案必须公布，大家注意要是应当公布，把应当圈出来。公布不得少于多少天？30天啊，这个好记的，30天应当公布。好，这是什么？提议案。第二个审议案，审议案刚才也讲过了。那么全国人大审不采用什么方式？采用全体会议审，因为人太多了搞不定。那么审议结果有三个，应撤回啊终止。为什么会撤回啊？比如说我提了个议案，要求同性恋可以结婚，我发现别人看我的眼神怪怪的，以为我是弯的不是直的啊，那我要证明我是直的不是弯的，所以就把它撤回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第二，授权常委会。什么叫授权常委会啊？自己搞不定踢给常委会，这样就不同意。最后呢，交付表决。在中国只要交付表决了就一定能什么通过啊，这是全国人大审议。那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有分组审议、联组审议、全体审议，把全体圈出来。那么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，几读？三读。我们说过了，三读要读，一般读几次？三次，但有例外，也可以两次，也可以几次？一次。好，撤回啊终止，暂不表决。第三呢，交付表决。后面两个应当邀请，打三个五角星。以前邀请都是可以邀请，今年是两个应当邀请。不是看到邀请就写应当邀请的，只有两个是应当邀请，一个是常委会应当邀请，一个是法律委员会应当邀请。主要常委会应当，法律委员会应当，其他都不是啊，一定要注意，这是两个应当邀请，立法法唯一两个应当邀请啊，记一下。表决和通过，法律案怎么过？全体过半数过。这里面有个新增考点，就是关于单独表决。法律案在表决前可以单独表决，注意考试的关键在哪两个字？可以。如果考试考我，如果我出题，我肯定会写应当单独表决，错，可以单独表决。公布法律，法律谁公布？主席签主席令公布。那么签署以后，应当在人大常委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上公布，把中国人大网圈出来。宪法修正案谁公布？主席团。一定要注意啊，法律是主席公布，宪法很沉，主席扛不住，要什么？组团公布，所以要主席团。那么法律解释谁解释什么？谁公布。好，那么在哪公布？我们刚刚说了，行政法规应当在中国法治信息网上公布。后面是配套规定，翻过来。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，加强对立法的工作的什么统筹安排。大家一定要注意，立法规划谁过的？只有黑体字要一定要记住，立法规划是谁过的？委员长会议过的。如果我来出题，我会说谁过？常委会过。错，不是常委会，是委员长会议。那国务院呢？当然是国务院自己过了。那么配套规定什么时候做出规定？一年内。这边有三个时间啊。第一，行政法规几年？5年。规章几年？2年啊，叫规章满2年必须地方化。配套几年？1年。好，剩下的都是什么？这些效力原则。那么最难的就在这，他们之间吵架了该怎么办。好，在看表格之前，我们先看下面这张图。好，这张图呢有个小错误。好，大家把部门规章啊往下拉，拉到跟旁边四个平级。大家注意，部门规章和旁边四个都是平级啊，部门规章和旁边四个都是平级。好，这里面是那个表没做好，把部门规章往下拉，拉到跟四个人平级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就是部门规章嘛，那个表格夸往下拉嘛，拉到跟什么四个平在一起就好了嘛。好，旁边不是有四个吗？省级地方性法规、省级政府地方性法规和社区市的政府规章，对吧？就是把部门规章那个表格拉长，拉得丑一点，对吧？跟旁边那四个一平就好了。好，这里要注意，先是比大小，比大平就是这边是一个竖嘛，后面是旁边是四个嘛啊，好，就是把下面那个横线拉长啊，拉长啊，拉长拉不长算了，不拉长也没关系，你把结论记住也行啊。好，这没有什么可以变的，是吧？哎，可以看得见啊，就是我看看啊，这样你能看见啊，就是把这个放在这里嘛，对吧？能看见不？
好，那你就记吧，对吧？好，这里要注意啊，部门规章就是把，你就这样也可以，没关系。好，首先是比大小，什么叫比大小呢？就是上面的都大于下面的。好，宪法大于法律，大于行政法规，大于部门规章，大于省级地方性法规。那省级地方性法规大于省级政府规章，大于社区市的规章，大于社区市的政府规章。这个都不重要，比大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评级。你这里面能看到几个评级啊？很多人说就俩嘛，这里要注意啊，这里有三个评级。第一个评级呢，大家一眼能看到谁？部门规章和省级地方性法规。好，这两个评级吵架了怎么办？三步走，注意啊，三步走。第一步找谁？找共同上级。他们的共同上级是国务院。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，则适用地方性法规。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，找谁？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。好，很多人晕了，什么情况？好，部门规章旁边写两个字，儿子。省级地方性法规写侄子。儿子和侄子吵架，找谁？父亲国务院。那父亲国务院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呢，帮侄子搞定儿子，则适用什么？地方性法规。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？帮儿子欺负侄子，所以适用部门规章。那儿子侄子肯定不服气了，找谁？找爷爷。爷爷是谁？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。好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当部门规章是儿子，省级地方性法规是侄子，儿子和侄子吵架，找谁？找父亲国务院。国务院搞定儿子帮侄子，则适用什么？地方性法规。好，如果是什么？如果是这是一种方式。第二种情况，他决定帮儿子欺负侄子，那么就适用部门规章。那侄子肯定不服气了，找谁？找爷爷。爷爷是谁？全国人大常委会。没问题吧？好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第一个评级。第二个评级非常简单，就省级政府规章和社区市的地方性法规吵架了，找共同上级裁决。共同上级是谁？省级人大常委会，就是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，省级人大常委会。好，第三个是什么？规章。这里要注意啊，还有一个第三个评级，部门规章和省级政府规章，部门规章和社区市的规章。那么规章吵架怎么办？就一句话，规章吵架都找国务院，规章吵架都找国务院。我再讲一遍，这里面几个评级啊？三个评级。第一个最难，部门规章和省级地方性法规吵架怎么办？三步走。第一步找国务院裁决，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，适用地方性法规；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，找谁？找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。好，这个没有什么，是没什么争议哦。好，第二个是省级政府规章和社区市的地方性法规吵架了怎么办？找省人大常委会裁决，共同上级。第三种，规章吵架都找谁？国务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表格内容，不同位阶我就不念了，我们来看同一位阶。第一，授权立法与法律，找谁？人大常委会。大家注意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大常委会授权，由于人大常委会的授权，所以由常委会来裁决。第二个最重要，打三个五角星，考过两次。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吵架怎么办？三步走，由国务院提出意见，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，适用地方性法规；认为适用部门规章的，找谁？找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。侄子儿子吵架，找谁？父亲国务院。国务院认为应当帮侄子的，则适用侄子；认为应当帮儿子的，找爷爷。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。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，规章之间吵架，找谁？国务院。最后一个，社区的市，也就地级市，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吵架了，找谁？省人大常委会。多简单，好，四个背下来。特殊规定两个，一个是变通优先，变通优先。第二个，同一机关制定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，新法优于旧法。考试的难点在后面一句话，新的一般规定和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怎么办？好，什么叫新的一般规定和旧的特别规定呢？记两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马上要考的就是合同法与民法总则，合同法与民法总则。我问你，合同法是什么法？是特别法，根据特别法优先，应当用合同法。但是呢，民法总则是什么法？新法，根据新法优先，应当用什么法？民法总则。那用哪个？吵架了？不知道，怎么办？由制定机关裁决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。好，第二个例子，大家可能比较偏，律师法和刑诉法。律师法是特别法，根据特别法优先，应当用律师法。
但新那个刑诉法是什么法？是新法，根据新法优先，应当用刑诉法。怎么办？找制定机关裁决。你就第一个例子就可以了。那我觉得考试应该会考第一个例子。民法总则是新的一般规定，很容易跟后面的吵架。好，授权机关有权撤销法规，必要时可以撤销授权。看到授权机关，想起常委会，常委会什么关系？撤销啊就可以。